历史文化风俗生态在地文化古早时代台湾的好野人被工人守护，就是邦桥林本源家族。林家住在新北市邦桥区西门街九号。林家花园占地3800多平，甲外地是全台湾呐，可以讲是上大片、上水的豪宅。林家靠着生理头壳，自清朝年代祖先登山过台湾，因靠卖盐、卖米，赚真济钱。在古早有一句话讲：“财主寿难得求”，意思是讲有钱有子孙，吼、哦、啊，长岁寿真不容易。林本源的家族不但是财旺、子孙旺、身体健康、子孙满堂。林家的先祖最大的心愿就是讲子孙合合，兄弟爱团结，饮水思源。所以这号名叫做林本源。林家花园在1893年建造，在125年前就起好啊。这个林家花园内面啊，会使讲内部分作不同的功能，非常的多，有收藏文学古册，像图书馆、刻古书房，有专门在读册读书用的，叫做饭馆座。也有专门在接待贵宾人客，叫做来清阁；有专门在游赏百花的香玉仪；有专门欣赏的美景、看观音山景色的观河楼；有专门在办宴会招待人客的定情堂。哦，实在讲吼，规划了有够周到啦！不只是讲建筑物内部规划应有尽有，外面的花园的规划啦，更加是令人赞叹。有假山，有水景，有戏台，有凉亭，古色古香，如诗如画。人讲好业爱三代，才会晓享受。林本源呢，第一代就有这款的格局啦，实在讲非常不简单。这座林家花园在民国61年。将这个花园的部分由着林本源伊的后代捐予政府，此后呢，这个公园部分就由政府来管理来维护。林家花园有开放予人参观，有阴间，大家去行行看看咧。在地文化邦桥林家花园。